接着是波的台湾味单元，一起来看老师要教我们什么醋鼻的台湾味。欢迎大家到底来学台湾话。今天的艺术是清明，艺术是失明，目睭失去视觉的能力。咱来看例句：清明节得到犀鸟翅，过来是俗语。清明的钟，下到的铃，钟是钟工，锵铃是灾情，熬清明下到是毋是有较巧？就唔知影，但是一般人总是认为因先天有缺陷，较歹甲正常的人做比较。若是小可有正常表现，就感觉足惊奇的，才有这种讲法。这句话是用来形容讲，痴迷的甲眼角的，拢有较巧、较在情。